线上图文编辑网站 Rectress 设计组织图。平支的结构是上线、下线两条线为一个单位，所以一般基本的组织图就是两行，但是这个网站让我们可以预览至很多行的样子。第一条线，通常我们习惯从上线开始。第二条线，通常习惯是下线。第三条线，回到上线的位置。第四条线，回到下线的位置。这边一共要有六条蓝线。第七条线，第八条线，第九条线。这边注意黄色只有一条，其他都是蓝色。从这条黄色虚线我们可以看出织的时候上下线分别的样子。这一行都是我们的上线，这一行则是下线，上下上下一再的重复。黄色只有一条的话，就只会呈现在上线这边，下线的时候，黄线是会被盖在底下而看不到的。网页的左边这边也有挑花 Pick Up 的编辑功能。挑花是挑一次，也就是三行为限的长度，也可以挑更长，但是可能会因为有一大段都没有织进去，所以经线就松松的，容易断掉。等给谁？我们要把开头的线绑在 A 柱的旁边，长度大概5到10公分左右，然后因为最后我们要把它解开跟最后一条线绑在一起，所以就打一个活结就好。开始第一条线，我们把线绕过 B 柱，再绕过 C 柱回来，再挂上一个 Goose 纵光线。下线直接绕过 C 柱回来，这样就完成了一组上下线的基本结构。
要换不同颜色的线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前一个要结束的线放在大概这里的位置，然后剪掉，再把新的色线跟它打一个结。让结的位置大概落在 A 柱的上面，也就是起枝的地方。然后就可以继续。打结的地方尽量要在差不多的位置，才不会说有些在这里，有些在这里，然后这边都有打结的话，织起来就会不好看，就会压缩到我们可以织的空间。Dominum，开始织布的前几行，可以用竹签、打包袋、纸板，或者是其他细长硬的物体来起头。因为纬线是软的，直接拿来起头容易歪掉。然后这就是第一行，那第二行。就可以再放另外一个。第三行，也就是第一个梭面，再放一个。
Midi。 挑花就是把原本会盖在纬线下面的经线挑起来，让它浮在上面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原本起枝的布面已经绕过一整圈，回到靠近 B 柱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形成的缩口就会越来越小。等到已经没有办法让打尾刀再穿过的时候，就可以剪掉了。